Hello， 香港演员陈慧敏之前接受大陆网站视像访问的时候，亲口承认了过去是黑帮的成员。咁敏哥在访问入面透露，而家的黑帮已经慢慢转型，变成了爱国和听国家命令啊。咁敏哥仲话，当年自己16岁就冇再读书，第一份工做狱警，所以识了很多黑帮大佬，得到照应先会入了这个江湖嘅。咁而家嘅敏哥大佬味慢慢淡咗，开始做下红酒生意，但佢都注意到香港嘅帮会系慢慢喺度转紧型，亲口证实咗中共系统领紧香港嘅黑帮啊！所以现在香港的帮会也是爱国的。咁网民听到敏哥咁讲就话好恐怖啊！黑社会即系共产党，共产党又系黑社会，又叫爱国党，所以咧爱字头嗰堆我都唔知咩嚟噶啦。亦都有人话唔怪得警黑一家合作无间，原来系同一个大佬嘅。讲咁多先啦，拜拜。